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孙晓，给大家拆个快递哈。又快等了好几天，所以我就得对焦、对整齐一下。对下六个，对一下单号。看这个也能看出来是活的，是吧？我们来拆一下，从哪边开都一样。这边已经被我裂开了，那就从这边来吧。拿丝袜装，别治啊！是活的啊，这真的是溜了哈、啊。确实伤害很小，但是你这拆的方法不合适吧？有点小，能看出来吧？特别的小啊。我们来把这个解开啊，拿刀吧。本来我想直接，咋了？别闹啊！进去的，进去。哎，对，我怕弄伤你，对不对？别，给你脑袋切下来，真是，你太萌了也不好哈。这样子啊，倒过来，这边。哎，对，好哦，对，好的啊，人往高处走啊，蛇也是，好吧。别闹了哈。好，咋回事儿？洞都给你开了。你脑子呢？你脑子呢，大哥？这天哪，这是我天，是不是傻？都出来一半了，嘿！我的妈呀，真是醉了！来，还钻呢哈！哎，我的天哪，他是，你看他。不是你脑子呢？先进来哈，我给你撕下来吧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哎，我天哪！先给你握着来，哎，进去。又脑袋都给你弄折了，真是我的天！这真的是这没大脑吧？这个。好的，出来了哈，还挺大的，没有我想象中的大。这个就先搁着，又给你点水补补哈。主要是因为这只太大了，它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不敢理它，就破了呗。因为这个，我要是给它放这个箱子的话，就这么一小角落，大材小用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怎么养啊？这么点给你那么大，这不给我玩霍霍了？要不给你放进去得了哈？要不要进去？要不进去吧？要不要？来，带你开心开心哈。我给你放个大水盆，给你泡泡澡哈。主要是他的体型应该顶不出来吧，是吧？蛇钩真的太小了，对付幼生期还行。来，出来，我很轻的，来走，来泡点水哈。哎，是，好，我觉得他刚到这边是不习惯，主要是他太小了。哎，好吧，这段先到这里哈，一会儿再拆别的。我还跟你说，就这躲避，我他妈泡了好几天啊，晒了好几天啊，里面有胶是吧？来放这儿哈，是吧？哎，那行，我们来把盖子盖上是吧？山山淹没，漫过天空。
尽头的角落，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，凝望你沉睡的轮廓，看海天一色，听风起雨落，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，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看你好，你看我们已经过去多久了哈、啊？看玩了半天啊，刚才你们看的应该是12倍速，对，啊，后来我可能一直跟着镜头在动，对吧？因为你们看一下这段视频，我已经录了50分钟了啊，就是他，真的是，套用我刚才当初跟楼长说的话，就是这个啊，你自己看，真的是这种感觉，落差好大呀啊，非常的气，但是他真的很萌，我又气不起来，你知道吧？还挺可爱的是吧？但是这个箱子特意给你疼的哈，什么意思？我这个箱子宽是40多啊，58应该是。你这样的宽也就刚刚好是60、70厘米吧，算你拉长了啊，我给你撑直了，70厘米长。哎，好气哦，好小哦，啊，落差太大了哈、啊。我记得我给你们放下我也想看的成品图哈、啊。我本来希望它是那个样子，结果是这个样子。对，然后这边就不用管它了，对，我这边的蛇都蜕完皮了啊。然后那天我记得给你们看的就这个皮哈、啊，它已经2米长了啊，这个皮已经2米长，真有2米长，折叠之后还能站着一格，这一格刚好是60厘米。也就有2米最少吧，基本有2米啊。好的啊，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哈。喜欢的话点一下关注，不喜欢的话你们关注不关注跟我没关系啊。再见，心很累，不好去跟卖家理论。嗯，有用吗？没用。再见。这个耗子他妈的，这耗子我觉得绝对能吃死你啊！我还担心，我当时还想着，哎呀，吃的不够怎么办？哎呀，喂不起怎么？以后要吃小兔子怎么办？我的天哪，就你还吃兔子？兔子能给你当辣条啃喽？好吧，不能没礼貌哈。你什么时候激动啊？我今天是个洞穴哈，我挖了个躲避，你进去不？他不进，他的体型绝壁进得去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不进。这个塑料膜你们觉得有用吗？我觉得其实有点用哈，但就有的是有反光，但是有的是一般没事哈。你觉得他是不是想上来？因为这里面我要说个对不起，他真的没通气儿。但是讲真，我觉得这个氧气绝对够他用了，够他用好几天了。我到时候会打上洞的啊，先盖的，我还没有扣紧。像这个也就养那种小蛇了啊，要大的不行啊。其实他就是大，可能真的太小了。哎，你说我给你这供起来啊，真是，那楼下有个破箱子，这箱子有点新，我要是用坏了得赔钱是吧？我好像逼逼了半天，好，再见。你要上去吧，上去吧，上去吧。他应该没劲儿顶上来，我觉得他没劲儿，你那滑鼠个大没劲儿，他没劲儿顶不上来。哎，你真的上得来，厉害呀！可以。其实我的视频时间为什么要控制短一点呢？其实我是在意学生的时间段，对，因为看我是不是有一部分是学生，我得考虑好你们的时间，对，因为你们有的学生，比如说我为什么周一到周五都是6点钟的时间，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有的学生假如超过6点放学，一般也就毕业班或者是要补课或者住宿生，你们几点都没有用，你们都会在中午看或者根本就不看，对吧？而有的学生假如你们3点多放学、4点多放学、5点多放学、6点钟一般才能到家，如果你开始作业我也管不了，对吧？但我觉得6点钟起码算个合适的时间，要么就下班了，要么就有闲暇出去。而视频的时间，就比如说假如你们白天看我的视频，你们在上课的话，你没时间看；下课的话，课间也就10分钟，对吧？你要是我的视频20-30分钟，我觉得你们看不完。那样的话，除非你们要快进，当然我的视频快进你们看不了了。你们本来就听不清了，还快进，更听不见了，对吧？所以我的视频一般会把时间压缩到10分钟左右吧，刚好你们课间，你们可以分段，这样分段看也会好一点。而且讲真，我觉得吧，对我来说，超过半小时的视频我是真看不下去，除非是我真的喜欢，不然的话，像这种东西真的就是千篇一律。你们光看一个喂食，匀速喂食，讲真，我那条斯诺克的喂食。
四十分钟吃一只薯，你觉得你看得完吗？我十二倍速，对吧？四十的十二分之一都得几分钟了，你都得盯着它看，不觉得无聊吗？对吧？我觉得能在三十分钟内解决最好，三十秒钟，但是那样的话速度太快了，你们几乎看不到啥动作，对吧？所以一般是十二倍速，当然了，是我的后期软件最高支持十二倍速，所以有的时候我是先把它做成十二倍速，然后呢合成，再专门再做六倍速，这样的话就是十二乘六，就是七十二倍速了。有的时候就是六十倍速，对，我也得看他们的六十倍速能不能看清，如果看不清，我就会再降低一点。对，那所以我的视频就差不多讲完了。对，因为我是真的担心你们不看呀，虽然我已经知道你们不看了，对。